只见天下大乱，大局已定。各位看官，欲知后续结果，请听下回分解。太家好，我是郎祖云，分享太家的书刊、客家心思、太家的关心、客家的事。哇，讲到要讲古啊，讲古其实就是说书啊。这台湾白跟你是某天事呀、啊，某天样啊。那唯一的娱乐呢，最大的就是大家在农闲之余来听听讲古跟欣赏来说书了。以前说书，有些人呢是直接啊说的天花乱坠，有些人是一边拿着章回小说，一边跟大家分享故事的起承转合。只见在说书的过程里面呢、啊，有的时候激昂，有的时候感动，听的人呢，有的时候跟着一起眉飞色舞，有些人则是低头沉思。亚洲黑台有拜跟你呢，听人说书的画面。不过啊，后代呢，这么精彩的画面，由我们国宝级的漫画大师刘星清老师阿金固啊，用他的画笔把它巧妙的给记录下来喽。呀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后续的分解如何。阿金固，懂了哟。大家好，我是刘星清，谢谢一些亲好狗亲产，也会尿烟也会跳线，故所以你听了哦，产毒跳阿金骨，金罗咧，好怪咧，没杀烟，故所以你听了哦，罗骨毒阿金骨，吃饱阵阵好光骨，进步一讲诶，是光骨哦。马沙讲古，五年爱讲古，跳白的时节啦。梦有天师，要秀印记的陈晓啊，陈晓印秀，过去古所以，个十八夜日后，个憨憨样个身咯，哦，秀的状态是好人，好人好善的，为啥是落火的？现在讲讲。而你是比较好度写为所啦，比如推背来说，该光顾又一定来冲锁，哦，只有政府专门光顾不认同。讲乜嘅呢？我家写了一首打油诗哈，花前听鼓每天到，有人打呼有人笑，故事好坏不重要，起码中间没广告。金矿天师哦，看到去接着动哦，有团队有广告，还烦都烦死了哈、哦。头白你广告啊，些是拿钱的嘛，抢人看戏而签啊。落去初年呐、啊，佮全部讲的连续的故事哎呀哈。你个初年。爱听，你爱读书也好，爱笑也好，两班错就做得哈，亲切轻松。个讲讲古啊，人一本古书那人，还是对人讲啊，是讲当家，是对人讲慢慢的。比如讲，特白特白一家啊，松手特白开就撞锣，撞锣开门哦，而是台海高火，后边两家犯了后三人对人机哦。讲清楚，而且调音讲慢慢的呢嘛，特别个阿松松，呸呸杂杂不卡系脚挠，有你你开胆，我有而是台海高火上山，后边两个犯了天雷后边枪击个，我有就是慢慢的摇来摇去。要来要去，五本之歌，讲千万，你都已经讲当家哦，又加大声讲讲真音，下了台啊，讲了老半天哦，又真音哦，你行路当枪，下台一下一段过了就一段，慢慢讲，你都已经讲没有。你好多乒乒乓乓是最好来多下去，个反应是不给是不给身体去。哦，你讲到亲身去，各有各的特点啦。所以你谈到后官谈马沙讲，
你自己甲会烫，甲会上瘾啦，像因一下款连续剧重样啦。我说当你要去烫，也情甚急哦，该烫诶全部浓烟加好多，好后生因好少。我记得台北，我在台北咧，人款咧甲会，哦，佮只人款咧顺头啊，是有信件你讲古诶哟，件件都按浓烟烫。嘿，非常神奇！我前几年还没落去烫，一火烫哦，烫过，我有三年嘞，个意思。今天如果病人看，你掉下来的骨髓，你要搬上刀，挺神奇。所以啊，你烫骨的人呢，大便就是该烫骨的人是中央的人类啦。该烫管麻沙就是烫麻沙讲。而且等于动为公哦，所以你动火你哦，你见错了，扎扎很硬哦，动抬起来你烫到点点，所以你情深起，金毛呢？金师傅看看天师，你安用你来起眉，全毛在起嘞，先打上，那感觉到非常的神奇，先莫抬起干。这花千千骨是每天到，有人打呼，有人笑，故事好坏它不重要，起码中间没广告。非常谢谢我们的国宝级漫画大师刘星星老师啊，千骨用他的画笔带点他嘎做很多古时候呢，跟这些朋友们一起听古，一起听人说书，这个画面的确是动神奇啊。哎，那么既然讲到这个讲古啊，我们就来讲一个故事。给台北啊，差不多20多年前，有这么一对夫妻啊，他们离开了方便的城市，而来到了偏远的峨眉乡的山间，做古弄影嘎，还有服务青少年。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么伟大、值得尊敬的事情呢？两个故事啊，就会利用公婆范炳谦牧师师母。也哈，听好来谈几条嘅故事咯。现场炫耀嘅显著嘅峨眉乡，系就以农业为主嘅客家乡，因为地处偏远，勉强地将嘅态度都爱继续工作，全下来嘅以老人、老青年嘅为主。然而，除了恬静偏僻的峨眉乡，却有一只充满了欢笑闹热的角落。礼拜二的早晨，峨眉天伦观传来了歌声、闹欢笑声。多年来，范炳谦夫妇两公婆娶两妃，批判的遇到后生的新人呢，老年长的老人家，一直都用爱心所演出的天伦观，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客家子弟范炳谦从学校毕业之后，并没向往闹热的都市生活，反而将自家的青春奉献给偏远的客家庄。1986年，范炳谦突然一个姑娘吴秀丽老新年呢，来到了位于山都的峨眉乡，开始探访同关怀，从此老峨眉乡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双喜丰年哈，还有没有等？谢谢。峨眉很多是弱势团体，他们因为比较健康的，还有比较行的，都出去发展了，但是会留下弱势的在这里，还有一些孤苦的老人。那我记得范牧师就，我们那时候有福音车，那我们就会把它当作救护车，
那晚上还有白天，就是如果我们允许的话，我们就没有推辞，就是带他们去医院看医生。争到糯米的时间，范炳添借用废弃的天主教堂成立了儿童班，同时期盼遇到沙起发通，成为六年的院长，健康讲错，自己成为关怀乡民的工作。我自己喜欢煮菜，所以呢，我就说，我跟牧师说，我们何不邀请一些孤苦的老人到我们家过年？所以我就请他们到家里过年，还有中秋节，还有母亲节比较大的节日，所以我就请他们到家里，没有人会请他们到家里去，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就关心低收入户。在二秋港全人关怀机构的协助底下，范炳添两公婆辛苦的募款，在峨眉设立了一栋提供老人家、老先人的倾向的休闲中心。天伦馆，两位不但是老人家、老先人的最爱去的地方，也是峨眉高飞、起飞的所在。呢度爱本，呢度闲适的时节，无办法读书的老人家，有再一次学习的机会。范炳添夫妇特别期盼峨眉沙起老人大学，课程内容有汉语三四卷、民谣三国、客家谚语。唐诗童谣等，而范炳添所创作的客家福音诗歌，更是受到了老人家的喜爱。福音的诗歌呢，灵感哈，主要说你从生活当中，还能看到啊，自然的上帝的创作当中哈，从日山你跳到山高一片，因为造星风满天。人生才劳碌为徒刑，天堂福乐容其间，所以灵感是太自然的现象当中，还有人生的劳碌当中啊，生活当中洒出来的。隔礼拜二的夜太早，峨眉的乡民就为陆续的前来天伦馆。上周是老年的起飞老高飞的发通，下周就是青少年的发通老科学的葡萄，特别是大家新年的来到两位总是三代离开高山老小山充满出两位两就成一张温暖的大家庭。我又发觉说这些小朋友们他们都很优秀，可是他们来自家庭都是破碎的家庭居多啊，那我们教会居多都是大部分啊都是破碎家庭，不然就是爸爸不在了，不然就是妈妈缺席，不然就离婚，所以小孩子的那个伤害很大。我走到他们内心世界，我就发觉说，哇，他们很不容易，他们需要爱。我们也有上一趟，嘴太普通哈，这思想也不通，台湾这个台地是不同的家庭。单亲家庭啊，还有隔代教养啊，这个罗马人的惯性基啊，等到师母是终于动作血型重要啊，这惯性基比得到这个思想用于的同相基惯性基。因为范炳添两公婆将两群新人呢，当作是自家的新人呢来关心，长时间的批判劳苦力。改变了一度青少年原本负面的想法，使其里头觉得在爱中健康的成长。我的叔叔还有我哥，对我来说，因为他们被毒品捆绑，有这些不好的习惯，我觉得对我的家庭造成很大的伤害。那我对他们心态原本是一种敌对的，那因为牧师师母在我身上看见他们这样的爱心他常鼓励我，叫我要去用神的爱神的眼光去看他们，那我也学着去祷告求神帮助我自己放下自己的身段。我是从国小一年级的时候就认识牧师师母，因为他们在我家对面开儿童班，因为牧师师母关心我，然后我很喜欢他们，他们就像我父母一样关心我。牧师师母就像我们的父母亲一样，甚至比我们父母亲还关心我们。对，然后不管是在生活上，然后还有后面的属灵生命上，
牧师师母都非常的栽培我们。礼拜二的当主总是圣人的最快乐的时光，贵州逢生苦求的传点填饱了大三年的胃，没温暖的大三年的心。你自肥太子家切吹煮吹的，也就是因为受益麻痹症你行通模仿片的范师母。因为我们叫我们的团契啊，就是在暑假的时候想要办退休会，然后就是经由竹师团契的姐妹的介绍，让我们清大的团契的弟兄姐妹可以来到这边，就是办退休会，然后认识牧师师母。其实在这三天两夜的退休会啊，牧师师母对我们非常的照顾，看见牧师母的脚非常非常不方便，可是每次还是在厨房行走，然后预备饭食，预备点心的那个画面，这是依稀留在我的脑海当中。在牧师身上看到的榜样，就感觉牧师师母非常的认真，然后就是对每件事情都可能很要求，可是对都要做得很好。然后在他们身上也看到他们对每件事非常的坚持。从前呢，有一只鸭子哦，小时候呢，不小心他就走丢了。走丢的时候呢，他就跟到一群好可爱、好可爱的小鸡。在我们的新年呢，几乎上过方师母的生命教育课。无论是我们贵校的成功实验，或者是我们贵中的特生杂课程，都做得看到方师母的身影。多年来，佢不断嘅将爱、老盼望传递本另一群最善妒嘅声音呢。嗰度声音呢，都系我老师母哈，从嘅小初中哈，过后嘅中哈，慢慢大量记得。我看到嗰度声音呢，慢慢嘅状态，无应该慢慢离开声音，从天堂去，但系在教会嘅建筑，还有社会嘅中间分子，一定要有好声音。最重要的潜力还在还有生命线上，记得有反力，有梦想，有梦想，有方向，有目标。廖金年翻病强，也感觉比有海推强年传神的重要，因此开始积极训练我们的强年，希望强年人放下来接受。看到这个穷色土土台的后生人愿意投身在家乡的服务工作坊，范炳添牧师心中有点讲不出来的喜悦和欣慰。因为教会有一群那个后生人做得投入投入侍奉的时候，不但爱担责轻松，记得也做得得到鼓励有心教使命，记得也有挑战，相信他做比那个很好。用生命影响生命，用生命带领生命。范炳添两公婆多年来在我们的努力老付出，那一刻终于结出了美好的果子。相信那份善种的爱会不断的传承下去，为我们列着客家人气息的村庄，甚至充满了喜乐老平安的好地方。范炳添牧师还有师母常年来都在我们的山区深耕，尤其是在新竹的北埔老五米，在那里照顾应该六年家还有小朋友，也因为他们的牺牲奉献，使得我们偏远山区的孩子们得以认识上主，同时领受上主的福泽。接下来恩格斯亚属国位呢，他其实在我们哈嘎高飞迪度是有很深的影响力，也有很广的影响力。这首曲子就是由刚刚说的范炳添牧师以及另外一位跟他一样也在山区深耕的曾正中牧师共同创作的，亚就是哈嘎显高国。
显高国客家宣教歌，亚素国位在哈嘎高飞低度呢流传甚广，大家也都很喜欢。不过哪有唐共哦，这首歌创作的动机很特别，有它的故事。故事亚就要抢高音哈嘎声歌团的指挥陈建中老师来跟我们说故事了。新桑啊，唐共是这首歌的创作动机跟作词作曲都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是请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好，这一首歌已经有一点历史了，它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在1983年，哇，那时候全台湾呢第一次举办这个客家宣教节。客家宣教节就整个台湾南北的所有的客家教会的这些代表还有一些信徒集中在这个台中的东海大学举办了一次。那一次呢，就刚才提到的范炳添牧师跟曾振中牧师两人就合写了这首客家宣教歌的词。那曲子呢是我的大哥就是旅美的这个作曲家陈建台博士写的。就是在那个大会里面唱了以后啊，这个歌就一传就所有的客家教会都唱了，甚至海外的客家教会后来也唱，所以这首歌变成每一次有碰到这种客家教会的大的聚会必唱的曲子，好像会歌一样，对，变成大家必唱，有点像国歌了，哈嘎高飞的专属歌曲了，是。不过亚素古海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唱的方式，你从那时间呢有领唱，还有起印，有没有按有个安排呢？好，因为我们客家人的传统啊，在古时候我们常常在诗俗里面都会有吟诗作对嘛，那这个吟唱的方式是很特别的，所以我的大哥陈建台他在前面一段呢，他就是模仿这个吟唱的方式，然后用起音的方式来，就是说先有一个人吟唱，然后大家跟着一起唱啊，譬如说跟我们这个前面一句哈，哈嘎同胞出中年哦，这是吟唱啊，那整个起音的时候那个味道非常好的，也非常客家，因为大家就加进来了，对。然后第二段呢就是整个的大合唱，就是有分男女二部合唱一起来聚集在一起来颂赞神的名这非常感动。然后这个因为我哥哥写的时候是根据客家话写的，所以他这个整个音调呢就听得出来是客家味道，就自随运转，对，就唱起来非常贴切。而且在老师，你还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曲子里面，他还从客家人的历史开始贡献了。那个一开始讲到我们客家人的历史，我们客家人祖先原来都是住在北方中原一带了，然后慢慢南迁，那经过差不多600多年，非常的辛苦然后最后到了南方，那。也第二段也讲到我们要把这样的福音传给我们的骨肉之亲让他们也能够一起来信靠上帝。超鼓手亚素国董梯篇，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聆听这个好像在私塾里面老师唱一句众徒跟一句的这样的一个画面，一起欣赏，同时也一起感受这首歌的力量。呛堂同胞出中原，已经1600年，几多灿烂几多苦，流汗流血敬大言，他的同胞出中原，Yeah.
西南北通透路，爱甲徛起福音台，同心研究新千量，四海同胞归出来，同心南北通透路。家同胞出祖言，已经1600年，几多战乱，几多苦，流汗流血见家园。亚述哈嘎嘎显高国，他的歌词呢非常有凝聚的力量，当我们在聆听他的音乐的时候也是气势磅礴。林哈嘎统薄啊，经过千年的战乱，我们非常珍惜现有的幸福，姑嫂林泰嘎全部很团结。哎，哈嘎你呢没那差的，我们不是小气，我们是敬天惜物。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客家心思，欢迎大家下礼拜用哈来关心客家的事，下次再见喽。